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大家小时候非常熟悉的丢手绢游戏。哇，丢手绢。哎，你们扔的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手绢。咱们手绢上一下。哇，哦，呀。哦，在我这儿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个动作是小朋友跑的快乐步。我们请两位同学简单演示一下。二一，走。小朋友这么快乐的时候吗？你们快乐吗？真的？小朋友不这样了。或者这样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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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不要告诉他，快点快点抓住他，快点快点抓住他。像是铁笼里这面的两只猴子。所以现在怎么我们开始了、啊、所以就是我们俩扔开始了啊。好，丢啊丢丢手绢，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。别跑多累啊，不要告诉他。快点快点抓住他。好苦吃、啊、你们差一点点就抓住了。刚才我不想回到小时候，太累了。这比小时候还复杂。你的嗓子穿越回去了。我好想在笼子外面看他呀。我们在里面嗷嗷叫，有铁笼子。哎，大家都玩一下。不要往回头。不要给我们，不要给我们下、啊、那给我们吧，他们走不动了是吧？谁走不动？好OK OK， 那你们继续。不要、啊、我们还是要面子啊，还是要面子啊。No， 唯一的善意被拒绝了。No， 绝不。没有，要。我看你们不行了，做好准备，我来找你们。都找他们。准备了。丢手绢。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。你为什么要啊？要从这吗？不要告诉他，不要告诉他。为什么现在那么开心呢？涛姐全程那个表情没一帧能用。为什么手都会累了？
全身都在用劲儿，而且体力确实累。还要来吗？不来了。你看现在不管哪一队，你们都有胜算。好，所有人都差不多了，全累了。谁一会儿不丢我这边，我包你们一辈子吃喝玩乐，就是吃鸡爪。丢丢丢手绢，轻轻地丢在，轻轻地丢在。就不要你口音，不能输了吧，要不输了吧，别跑了。不行。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机会，还有机会，赶紧们努力。哥，他的偷感好重啊，他这样。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我们劲儿老大了，他，他给我跑。两位弟弟，看到那个哥哥姐姐们累得半死的样子没？现在非常期待你们下个动作长什么样子。那个前空翻先来。嗯。一、二、三。嗨。三个啊！哦，这好难啊。这一轮是朱老师欢欢。丢啊丢啊丢手绢，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，大家不要告诉。我告诉他，算了算了，先坐着吧。他，快点快点抓住他！快点快点抓住啊！抓住啊！哎呦哎呦！来，一二三，哟！一二三，哟！一二三。嗨。本节目由月鲜活独家冠名播出，更好喝的鲜牛奶，一口喝出来。上 Z 世界，上传你想让节目艺人装扮的形象，成为清环非正式导演，节目探班名额等你拿。快点抓住啊！抓住啊！哎呦哎呦！来，一二三，哟！一二三，哟！一二三。嗨。哎呦哎呦！我。我协调了，我协调了。我跟你讲，这是我封山的综艺，再也不出山了。上一次录也这么说。我现在就想回去卖货去，我现在想走了，我真的是。然后来的比谁都早，第一个到，导演组都没到，机器都没架，到了，到了。丢啊丢啊丢手绢，轻轻在小朋友的后面，大家不要告诉他，快点快点告诉他，快点快点快点告诉他，快点快点告诉他。来，左右来，一起，一二三，走，一二三，走，一二三，左右左下腰，左右左下。左右一二三，右一二三，右左右左下左右左下左右左。啊走啊走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慢！哎，他们怎么这么快啊？来，一、二、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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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，我们加油！好，对。D
丢呀丢呀丢小丑角，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，大家不要告诉他，快点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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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告诉他，这干嘛？一二三追，这干嘛？一二三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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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追。一二三走，一二三哦，一二三走，一二三好，来了，左左右快左右左一左右快左右左右左左右左左大孩子啊，鞋又飞了。坐谁你都是你鞋，这你鞋的丢丢丢，你俩是灰姑娘的故事哈，果然是一个队的，抓住我们之后呢还是你们，不是太沉了，主要太沉了，不好看，而且麦克风好沉啊，垫肩沉吗？垫肩挺沉。从后面绕，不重要，最后一把了。战术很重要。小朋友的后面，大家不要告诉他，快点快点快点抓住他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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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住他，左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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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慢了太慢了，走走走走，我帮你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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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右左。左右左，我绕过去，绕绕绕，对吧？绕过去，绕过去，走，绕绕绕，是吧？哇，没抓住你吗？我这回再说，我再不会来了，我真的是太累了，真撵不上啊！走啊，不要回头，不要回头，往前跑，不要回头，输了吧，要不输了吧，别跑了，跑不动了，等会我先抢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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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这是我封山的综艺，再也不出山了，我跟你讲。今天 Harry 转学来了吗？现在就是我们有一位同学涛姐要转学走了。啊？为什么？我爸爸和妈妈呀，我爸爸和妈妈要带我去另外一个地方，是带要去看一下身体是吗？怎么突然这样了？我会舍不得你们，所以我也希望你们能记住我的样子，一帆风顺哦，早日成才，好，成为国家栋梁，好的，早日实现你的梦想，做一个音乐家，早日长大啊！谢谢。然后唱得越来越好。谢谢谢谢。我最舍不得你了，我舍得你。我们两个都是一样的，对，在群组合。要写信给我，一定的。嗯，谁欺负你，告诉我，我回来揍他们。我后面真的很难接，真的很难接。多保重，我想这样，你先演我演不了。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响，哇，这是我的病友。我会来看你的，记得要吃药，我们要写信，互相寄药哦。一路平安，一路平安。他压力很大，我先来，发箍姐姐。哎呀，那我把我的发箍留给你啦。真的吗？啊，因为那个夹头夹得疼得很，赶紧找个机会拆喽。这个人真的是。到你啦，他压力很大。好，不大不大。你追了我这么多年，你追了我这么多年。表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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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对着天空彩虹，我要说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什么都不要说了。
了，嗯，悄悄告诉你，来我家吃饭。但他搬家了，他搬走了。一下午到他家门口，发现他家是空的。大饼给我画的，家在哪儿都不知道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